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ina 小日记，今日有什么好奇的第五集。咁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意大利好出名嘅一种朱古力，叫做 Gianduiotto。咁 Gianduiotto 呢一个咧就系意大利文嚟嘅，佢嘅意思咧就即系榛果朱古力咁噶。Nike 嘅朱古力世界入边咧 ，Gianduiotto 咧都占咗一个系列嘅。咁呢个系列咧就系我而家摆出嚟嘅呢度啦。咁我哋咧又攞翻本小冊子出嚟先。咁我就掀去呢一度，呢粒咧就系 extra dark 嘅 Gianduiotto 嚟嘅。咁佢咧入边咧系有75%咧都系可可嘅原料嚟噶。咁所以佢嘅浓度咧都几高噶喎。咁然之后咧，呢一粒金色呢一粒，呢一粒咧佢嘅特别之处咧。就是它是用了60%的黑朱古力来做个馅，而出面呢就是包了这个榛子朱古力的。那这两粒的分别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一粒呢里面是有牛奶的，这粒里面就是没有牛奶的。然后就到这粒了，粉红色这粒。粉红色这一粒呢，它的特別之處呢就是用了 35% 皮埃蒙特的榛子，也都加了原糖在裡面的。這一粒呢是沒有牛奶的。接著就到這粒了，就是用了 32% 皮埃蒙特的榛子的。咁呢粒咧，我拎上手已經溶溶地啦，我諗要講快啲啦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又要再攞去翻入去雪櫃啦。因為頭先我已經喺準備嘢嘅時候啦，咁我就咧。因為在這裡要拍這些照片或者要拿它的時候就立即融了，還有今天應該是35度，所以看到我都穿得比較淡薄所以我要快點說了。其實呢這四粒的朱古力是榛果系列的朱古力，它不同之處就是個餡料和個百分比，剛才都跟大家說過了，我們就盡快進入試食環節。咁究竟佢同圖片嘅相符度有幾高咧？我哋就嚟睇下啦。哎呀，呢粒咁耐已經開始溶啦，我而家要即刻睇啦。嗱，大家睇下佢嘅包裝，我哋而家